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。床已美，要往前走。是不是特别像英国病人《沙漠里的落日》？你恋爱了？你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？咱们结婚吧。干嘛？我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。人生四十才刚开始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